爸爸妈妈生八个，也是八个哦，哇！你拿到国中毕业，你就必须要到外地去讨生活，真正当国手了，就国家代表队。嗯，哦，我是16岁。3、2、1，1号。你后来当了优秀的警察，有15年的刑警的资历。对，其中有一个案子非常大。陈进先啊，其实我们开会请教的时候，不管他有没有反抗。